啊，福斯道夫的 GTI 吼，你有带？啊，这只伊即马的问题吼，就是啊，人客讲伊这发动的时阵吼，啦啦叫做大声，啊，冷气吼，规个拢无去。啊，咱拄个看伊这就是压缩机啊，吼，伊这轴承的部分开火去啊。啊，咱即马先拆开，拆开看卖安尼。带吼，皮带就是张力器吼，甲拧开。啊，啊，佮伊这个张力器吼。这张力器嘛，轻轻，哦，所以讲咱嘛要当坐换掉。我、哦、最大主因是这个，咱皮带盘新的已经到货啊！哦，等下就来着手安装。啊，这是迄个发电机啊，吼，伊个单向轴承，好嘛，是做要来换掉啊。这条，我这条有出声呢，我咱等下要甲拆开。来，这新的甲旧的吼，伊这单向轴承吼，就是讲，我若坐安尼坐会行，哦，安尼坐袂行，哦，这个是等下要换去新的，哦，啊，这个旧的咱来测试一下，我即摆吼用手准袂行，哦，我用扳手。拢袂行。哦，爱较出来嘞吼，伊才有单向作用。哦，啊，伊这就是异响吼，就是讲啥物有，啥物无安尼，啊，磕磕。啊，所以讲咱从这个单向轴承换掉。所以咱即马这个舵轮吼，舵轮要甲来做更换吼。再去哦，材料有已经到货啊，吼，这就是正常的啊，发电机皮带舵轮总成。我就是这支，啊，这自动调色，啊，伊这配件佫有这个塑胶孔，哦，啊，佮这个，伊就是这支啊，哦，这台嘛要当作换掉，啊，伊这位置啊，就是伫后侧，哦，后侧就位迄个凹陷的孔，哦，迄个凹陷的孔，啊，佮这个导引的这个支啊，哦，这台。哦，咱等下要把这引擎稍微下放哈，这个得让推出来了。好，哎，咱即马从搁最后一个项目哈，就是在泄压阀吼，电子泄压阀，我即马已经拆落来啊。好，这就是原厂的电子泄压阀。好，啊，伊这种的吼，有的就是讲，伊若是要改强化的吼，一般咱拢是选用这 GFB 的吼，伊这个泄压阀的强化座哈，就是 DB Plus 啊 2.0。TSI， 好，啊，这就是主要要把这个，啊，这个给拆开，来，这个给崩开掉，这个崩开，啊，你给崩开，啊，对，来崩开，好，啊，囡仔摕出来，囡仔摕出来，这都用不掉啊，啊，这嘛用不掉啊，啊，等下这咱留啊清一下吼，这个要给倒起嚟啊嘞，啊，但是咱来换，伊这有弹簧，来，这你摕出来哈。嘿，这样弹簧，啊，无咱先清一下，这个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安尼落
啊，再来换这个柱塞，换、这个落了后，换这个落了后，换吸这个，这个甲吸气，啊吸气了后，过来就是这个，过来这个，啊就当安尼组合起来啦，啊就当导灯啊，好，安尼咱先甲清洁一下。